们好，我是曾国荃。一代女王四年来一直最用心，永远最好听。不看睡不好，看了不好睡。原本只希望送话票出错，没想到收视率还不错。只想要把节目做好，没想到收视率那么好。在这个无话不谈的聊天室里面，即将全面升级，给您全新的感受。一代女王每周一到周四晚上11点，卫视中文台。